目前我们共发现28处易积水、易冲开井盖的地方，经过全面的排查清理，现在已经部分地方已恢复正常。下一步我们将组织环卫人员对道路进行冲刷。好，现在疫情持续紧绷，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我们旺旺水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。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，大约有8坪的话，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。好，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啊，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。在哪里购买呢？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就能够买得到。